这里就是我的记忆之中。正如往事乐土落成之初，我会让你的思维同英杰那般，以记忆体，不，以记忆空间的形式在乐土中展开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赢回艾莉西亚。坐着云霄飞车，用眼睛吃花生，不得不承认，的确是很贴切的比喻。走吧。这扇门背后，就是我脑海中有关他的记忆吗？会是哪一段呢？不知不觉中，发生了好多事啊。那，就从最初开始吧。那，还记得我是谁吗？才不是呢，那是什么？给我起的昵称？原来你是这么轻浮的人吗？从后面的表现来看，你明明很喜欢这个昵称啊，不是吗？开玩笑的，我当然记得。一个谁都会提起的名字，一个什么事都绕不开的人，换作是你，也不可能忘记的。艾莉西亚，就像我看见的那样，确实是一位人如其名的美丽少女，而她的内心也像这个名字一样纯粹。我看起来怎么样？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在你面前拿出武器吧？如何，弓是不是很适合我？回想起来，第一个站到我对立面的英杰也是你。现在看来，那场战斗连小打小闹都不算，恐怕对你而言，真的只是一场约会吧。是不是有些过分了？对了，那时没来得及回答，弓确实很适合你。不过，我也想再见识下你使用其他武器的样子。哎呀，突然被你这样称赞，真是让人不好意思呢。不过和凯文比起来，我可能也许大概还是要弱那么一点点的。一点点，好啊，那就相信你吧。作为交换，你也要让我看看烛火英杰副首领最初的第一位真正的实力。把它当作是一个小礼物吧，作为你从艾莉西亚这里暂时毕业的纪念。这么说来，你也送给过我一朵水晶花，
与伊甸和维尔威手中的别无二致。我早该想到的，你向来有这样的习惯。在乐土中，水晶之花所能代表的也从来只有一个人。那时你说，在接下来的旅途中，我还会从其他英杰那里得到各种各样的赠礼。关于往事乐土，关于我所探寻的秘密。而现在，我已经结识了每一位英杰，并接受了他们的传承。那你呢？你会在这段旅途的终点，为我送上正式毕业的纪念吗？他的脚啊，好在意啊，好在意啊。我就知道他早晚会出现在这里的。他也有这样的一面，又任性又自我，凡事都平心而为，却又让人无法讨厌。如果能再次见面的话。不行，这个还是免了。但用喇叭留下几句纪念的录音还是可以的。所以已经很近了。嗨，牙医，每次见到你我都好高兴。我一直都很开心啊，和你相处谁会不开心呢？怎么样，喜欢上这里了吗？还是是喜欢上了别的什么？嗯？留下悬念也是在为我们下一次的见面创造机会，你不会因此而感到开心吗？明明我们才认识了没多久，但他就是这样，总会在每一个场合毫无征兆地出现，在人们心中留下长短不一的影子。感觉怎么样？我是不是比你想象中还要再腼腆一些？从未有谁比他更加真诚，也从未有谁比他更加纯粹。现在就发出感叹也太早了，这连冰山一角都算不上呢。既然如此，我所看见的异域也可以等同这片花海的全部吧。我有好好的把他们的样子都记下来，对吗？他一直铭记着被乐土留下的一切，而这才是我想给牙医看的。所以他也不该从乐土的记忆中消失。始终如一是我的坚持了。我想现在的牙医一定能坦然面对我的结局了。你会信守诺言的，对吗？你答应过会向我袒露艾莉西亚的一切，还有第十三律者的全部。现在我来到你面前了，所以回应我吧，艾莉西亚，就像你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。
怎么会？是我的记忆模糊了吗？还是因为我尚未了解他的全部？不对，这是青史之律者。不能就此停下。就差一点了，门消失了，记忆在离我远去。也不该在我这里终结。艾莉，夕阳。嗨，可爱的人类，原来你在这里呀！啊，妖精艾莉，还好我察觉到了你对我的呼唤。否则还不知道你要藏到什么时候去呢。真是的，明明说好了捉迷藏要带上我的，结果你们都跑了，害得我们找了好久。我们？没错，还有我的帮手哦，你看他就在这里。久等了，雅依小姐。伊甸。